这两瓶饮料你要是能拎起来的话，坚持十分钟这个钱就归你啊。哎呀妈呀，这饮料这比我还沉呢，加起来我也拎不动呢。你们俩干啥呢？这是这不是吗，宝妈说要我把这饮料拎起来坚持十分钟，我这100块钱就归我，这我能拎动吗？那你这钱不行，那我来吧。那你行，你要能坚持十分钟的话，这个钱咱俩一人一半。那简单，你看我的。哎呀，你来了，你来了，来，给你增加点难度，拿住了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来了来，这很好。啥玩意儿啊这是？啊，宝宝，你整啥生日这是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怎么赶巧的好像牙咬是不是二环咬的呀？不知道。全也弄好了，你这小玩意儿，我得找个证，都一身。